是有点听懂了吗？今天我们现在在自行车展览场，今天呢是自行车展，今年自行车展的最后一天，然后这里就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厕所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你也是让我尿急是不是？搞什么？好啦，今年其实厂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酷东西，而且我昨天其实有看到很多拖车哎、欸。哦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旅行用。适合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可以载更多东西，然后也可以载我。不行啊！怎么了吗？人家要看你骑车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就是你载我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小贝的车、欸？不是吧？它五二飞轮呢、欸？好像很舒服，感觉上好像墙壁都可以骑上去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那种实力很轻啊，而且它那个坐管你应该也需要，它可以电动的升降。听说可以按发射，然后就弹出去。那时候就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。什么东西？不觉得很酷吗？哇，这个感觉很像员外出来骑车，你知道？有钱人啊，就是淘金。然后那个轮组全部都要金色。杜凯利哦，他有脚踏车哎。该不会里面藏电池吧？啊，是。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看到花鼓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现在的电驻车的后驱。现在真的电驻车越来越成为主流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要换电驻车啊？等我再努力赚钱。好，加油！帮我换摩托车。GoGo 罗。哦 ，GoGo 罗 ，GoGo 罗。不是 GoPro 很多台了。GoPro 很多台。对啊，日本的波俗侠人500。可以试试看看。自行车道。稍等，谢谢。欸、因为我等一下也要去骑日本。哎、欸，可是他那个不一样，这是休闲路线。休闲路线，你那个是，我现在先热身，是不是？你那是战斗路线。然后我等一下在那边战斗。对，谢谢你。这边有山路、哦。是。哎、欸，有山路哎。我等一下也要爬5%的坡。这边就是各个自行车零件、零部件装备，所有跟自行车产业有相关的。其实我觉得蛮厉害，是我们这个展啊，是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展。斜背包哎、欸，我比较喜欢狗狗的哦。哎、欸，现在流行这种车，超方便，而且它是电驻，而且骑起来感觉就很优雅，很赞，对吧？就是我可以坐在这里啊，你可以躺在那里了吧？我再加长一个椅背就可以斜躺。然后你还要再装那个火箭筒，像脚可以放。还又要火箭筒？哇，这台神车，这台吗？要旅行的话非常方便，它是折叠的，而且它的重量不重。所以它的踩踏效率很好。哦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另外一种，它的轮子很小，就是这么小而已，它只有八寸的轮子。很有趣，还跟它链条是特规的、啊。对啊，链条是特规的、啊。它只有一个齿柄。对，城市用挺适合的。好有趣。啊，那好可爱哦、啊。你是说车还是说娃娃？娃娃。我的灾，完全偏离主题，你已经偏离航道了。哎呦。重点是在后面骑的那个人。后面骑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前面可以载任何东西。没有任何吧？是要体重限制的。应该是60公斤内吧？你符合吗？很会说话，刚刚是不是想过？算一下到底。我本来想说30，但是我怕会被揍，算了，还是说高一点好了。反正不是你的。对。没有高。我很好奇电扶车到底耐不耐。耐不耐啊？你是说像下雨啊？通常现在电扶车可以做到防泼水，但是不能够进水，就是你的、就跟摩托车一样嘛。你淹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就会熄火了。通常是看它那个电机位置高度，就是如果电机不要去淹到水。那有防汗水吗？一定防，一定防。对，没有防泪水。怎么样？就是这么，就为什么要多做这样？对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。对啊。电视结构，而且不止一台，他们的这种长轴车都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电条那么紧？那个也是啊。我在猜想，它是因为结构性问题。如果你让它跑上面的话，它会打到车架。你看我们有没有掰错？不要再乱猜了。我猜的。这两颗主要是导轮的方式。对，跟导轮嘛，对，它只是为了要让它的链距不要这么高嘛，不要那么高，对嘛，才不会打到货架嘛，对，对啊。你看。还是有骑，我猜的骑很久的车还是有差，多活好几十年还是有差的。U-bike 都出来，你看2.0跟2.0电扶车。
U-Bike 真的是台湾的非常值得骄傲的东西。对，而且你看它那个链条。哦，对，这种链条有这么多有趣的小东西、啊。这种是皮带式的链条。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，我不知道它怎么拆卸。应该有吧。它好像这一颗要卸开，这个地方卸开，拆开来之后，它才有办法让这个绕出来，才能够更换链条。如果我们以后频道不拍，你可以当技师。我跟你讲，可以当技工，拿蒲扇喝酒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蛮适合。对。那你肚子要吃大一点。那是你弥勒佛好不好？技工很瘦。我们先上半场这样先结束，你先回去准备要彩排吧。我这是来比铁人赛的，而且我有带跑鞋来哦。是哦。对，展场那么大，应该可以跑步吧？啊，可以爬完山路之后就下来跑步了，就可以绕了外围开始绕圈圈。然后你要不要选另外一条路线，是不是？就哎，你们今天你们去哪里？哎，可以帮我挑一个，全部都下坡。OK， 各位观众，还是你演的历史开始没感。选手准备的心情是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访问一轮，我们现在让女性代表一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轮职业运动员。今天想说，对，今天想说要彩排，我早上就没有跑步。哦，那等一下这些人都还没运动，他们是不是可以在附近那个逛展的时候？等一下，我揪大家去跑步好了。或者是对，现在很多训练台大家可以踩，都可以去各个摊位去体验。那想问一轮，就是你有没有去比较印象深刻的路线，在你骑车的这些历程当中？印象深刻的路线，想必是五岭吧？哦，台湾最高峰。对，必须得要有这个印象。是。如果在场如果没有这个印象的话，欢迎去体验一下。是。我们今天两位选手都超级认真。刚刚李四已经进了国家，然后一轮已经吃了便当。哦，那我们现场观众现在才十点吃了便当，不能说出来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说好不能说，是不是？只要在体验啊，有拍照，我们的选手。一轮还 OK 吗？还可以。因为其实这个路线有一点点辛苦啊，我觉得我们就努力。我觉得你们主持人讲话都很老手啊。冒汗。正在爬坡的这个路线，在怎么才一公里啊？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你的欢呼声，还有你最大的掌声。那我们要持续10秒哦，10秒好不好？看看一轮的观众在哪里好不好？我们准备给一轮最大的加油声！非常热情。有没有很后悔昨天答应这个要求，今天下来骑这个直播？开始有点辛苦。这个路线，因为我自己上一次骑，真的有发现。就是骑的是脚不太听话，这真的很硬啊！这上一次我跟 Linda 去骑这个路线也是直播，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。那其实我是骑后面这条路线，然后我是骑沿海的路线，没错，整路很开心。当天其实我也是这样讲不太出话的状态。我现在可以换路线吗？我可以往后走吗？也是可以。那不然我们再给一轮一点加油声好不好？电风扇要不要再开大一点？需要，真的是满头大汗呢。已经最大了。我好需要那个工业型的，会把我吹走的那一种啊。哇，我们待会就准备送出。我们的弟弟要来给一轮姐姐一个鼓起，怎么这么可爱吗？怎么会送出鸡腿？看起来是忠实粉丝啊，忠实粉丝来着。热腾腾的。吃了鸡腿。那个冲刺在那个瓦斯会突然有那个无敌星星，没错，无敌星星出现了，我们再来帮一轮加油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轮虽然刚刚已经补充完毕了，还是要帮他加油一下。没错，鸡腿吃下去需要一点点时间转化成能量，所以还是需要现场观众声的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完全接受大家的生活哈，大家身上有什么鸡腿啦、面包啊，全部交上来好不好？会不会你今天其实是要来参加大胃王？其实是，
这个有点难度，边骑边吃其实很辛苦，其实很辛苦哎。可是这个休息吧很赞，就是可以趴着。其实那个角度就非常适合边吃边骑。没错没错。好，来大家学起来。黑龙为大家 demo。接下来的比赛路线，如果真的非常辛苦，带一只鸡腿在后面拿出来，靠着休息吧吃，其实非常舒适。惊人，28分钟就已经完成今天的路线赛事。台湾代表齐文，我可以下班了吗？血回满了吗？是也还没，刚刚不是说只是随便踩踩而已。我以为是随便踩踩啊，怎么突然变那么认真？然后我不知道，你就突然把瓦数开起来了。不是，重点是，好，你是踩完了，你觉得我可以慢慢踩吗？哎、你看，早上我们看到了第一氧舱，有人进去。对呀、我想去闻里面的氧气。李璇教练，冲你的教练。谁的教练？冲你。哪一个？那个在踩的，在的不是在旁边的。当然教练是叫你的练啊。好。他真的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听不到。你看他贴着玻璃。所以现在要干嘛？没有，没有干嘛。所以你现在已经……我现在在散步了。哦，算是那种吃饱饭散步就对了。开一下缓和，腿很酸。假胸霸，腿超酸的。我想问你，刚刚鸡腿还蹲得下去？我就哇！你知道我刚刚最后100公尺有多想把它吐出来，然后我又吞进去了吗？你是牛吗？我刚刚真的一度的掉白眼，但我稍微忍了一下下，还是掉了白眼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他那个坡度有负，有负的。我刚刚没有负过哎、欸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强迫的。我要来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你要迟到了，店长。店长，到时候迟到你要被扣薪水。然后那个展点位置不好，我们等一下把车推来就。你等一下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你的店员把你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？那个上工上工。有麦克风吗？有麦克风吗？等我一下。哎，他准备麦克风了。不行，等一下，但是你要买咖啡。你等我一下。妈的，等一下。等我一下。等一下。他也不行。我现在在拍他。他跟你拍了，我要扣他薪水。你不可以走哦，你要在这里等我，等我一下。我们这边就是咖啡有热的，有冷的，然后也有莓果茶。那我现在会当一刻的店长，就是15分钟的店长，所以请大家跟我多多的捧场。在喝咖啡做的工业吧，希望让那个天星工业把它捐爆。对，所以让它捐爆就是把它买起来。没错，反正卖多少它就会捐多少。那一杯咖啡有冷的跟热的哈，然后也有冰的。那我建议大家选冷的。因为我还没有学热的。好的，如果人家有小帮手，小帮手会帮我。好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开始当店长了。那大家可以欢迎，欢迎点餐。点餐，两杯，两杯，好，太好了。莓果茶，莓果茶 ，OK OK。莓果茶在哪里？那谁可以帮我收个钱？可以直接投进去就好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来欢迎点餐。不用不用，不用盖子，不用盖子，很棒，很环保。没我赚到一只手机。盖子，你要盖子，好的，来。可以跟陆哥拍吗？好，来下一个。你看博弈，你要盖子没？
不用。不用，好的。谢谢，来哟、哦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冷萃，好。直接塞进去就。我发现我也是有卖咖啡的天分嘛。啊。哎、嗯，它、哦、有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哪里哪里？我跟你说，这家可厉害。塑胶圈、嗯，你要吃，你要吃吃塑胶圈。整场最舒适的休息区就在这里。我们那个台中的蜜蜂之王。认识一轮啊、哦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你在想说打九格了？他本来想说什么吞了一下，吞了几下。打九格。哎、嗯欸，我们是打扰到你们。不会啊，可以去坐跟别人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吵到人了。